很久很久很久没有见了。今天呢，我做的这个妆容呢，其实是有一点小混血，然后是我在8月，应该说是下8月，对，8月我目前最喜欢画的一个画法的妆容，它其实就是一个怎样说，眼末跟眼头这边加深，然后看起来整个眼睛很深邃，然后我个人还很喜欢。我今天用的这一盘是1号的，就是我家的新产品。然后呢，我是用这个，它是有一点红调的，红紫调的一个眼影，然后我用它打在我的眼皮，然后呢，最后这个紫色的、紫棕色的打在眼头跟眼末，最后呢，这个是一个中闪，它闪闪的很漂亮。其实它真的很漂亮，然后呢，我就打在上眼皮的下面，就是上眼皮的上眼皮的上面，对。最后呢，这个就是点在中间，然后整个眼睛就是，我很喜欢很喜欢。然后今天我用的是黑色的眼线，一般我是用那个 coffee color，但是coffee color 画的话，你就温柔度提升，看起来就很温柔。然后黑色 black ink 的话，他就整个人比较，怎么说，就是性感一些吧，可能这么样形容会好一点。然后我一般我是不戴双什么那个叫假睫毛的，但是如果我觉得说有美眉们很喜欢戴假睫毛的话，你戴的话会更好。那我是比较不喜欢戴，我就刷了我们家的那个 mascara，我对它的效果我还蛮你不喜欢这样子的清长的。mascara 效果，然后它卸妆很好卸，然后今天我用的这个腮红呢是Sweet Parlor 里面2个，那个紫色闪的那个配搭的那个 rose gold，然后就2个唇簪，然后我是打在这个区域，就我比较喜欢打在这个区域的，然后就修容啊，就是一般就是那样修容。基本上就是这样。然后本来呢，我想说，做一下我本来想说做一个 chitchat 的咯，就是 chitchat 的 video。但是哎呀，又好想分享一下我最近喜欢怎么样画。我今天画的比较紧急，因为没有电，然后我画的就很紧急，所以可能画质没有那么好，但是你们就不要介意，就加紧看好了。然后又想一下，本来想做一下我去前些日我去柬埔寨。然后，本来想放一下我去柬埔寨的旅游的一些 video，但是后来想一下，我最终决定，我先放我这个 makeup tutorial，因为我很喜欢很喜欢。然后，基本上我觉得还蛮衬我的，然后看起来也蛮有一点小欧美的感觉。就是其实它的颜色很日常，但是就是，画起来的话，就是手法你这样画的话，可能会很小欧美。就这样子，我们就开始进入我们的彩妆吧。